足够肩膀发麻。我又看到马斯克马斯克手撑在我的左肩膀上面，撑在上面想往上爬想往上爬的时候，腿啊在下面蹬了蹬到我的那个左腿弯那个地方酸痛了，左腿弯那边酸痛也酸痛，他似乎被外星人指挥着团团转的时候，好像有点感觉不是绝对没感觉，好像有点感觉，但具体是什么，他暂时还说不清楚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。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